之前谁来这家店吃过？博登吃过的店，你怎么会觉得这种菜会不好吃？原则上吃到这种菜都会感动，甜味勾出这种鱼的味道，其实它的层次又不一样。我真的想要带非常传统的英式料理给台湾人吃，英国东西非常好吃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是我们英国人可能每个礼拜会吃的菜。我想跟大家说，英国料理真的很多历史哦，然后有特色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